在介绍完这些雕像之后，我们要有请这些雕像为我们展现个人技。那要从谁开始好嘞？看一下哦，哎，潘小姐，你看起来很累，你决定是你喽？吼，你把我看到我查某哎，我是蜜雪儿啦。女的？怎么会是女的？原来是蜜雪儿哦。好啦，能让我们介绍另一个波妞。波妞，呜！怎么黑？怎么停电了？是停电了吗？还好我有手电筒。哎呀，大家不要担心啦，这些都是我们设计好的桥段啊。哦，那现在可以干嘛嘞？粉丝福利，就让我们家雕像和粉丝们互动吧。粉丝福利啊，我们是粉丝还是福利啊？怎么会是你？啊，你们看我们家雕像，该不会是你偷的吧？不是我，是的。不是我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人和伤脑筋。你如果一直都在这里的话，那你是不是知道他们家的蜡像去哪里了？对。哦，你说那些雕像啊？林子啊，我没看到哎。哦，因为他们都被抓走了。被抓走？那个、出口在哪里？你说他们被抓走？等一下，演的不好，不要难过啦。没关系啊，我没有难过啊。是菜龟吗？不是，三个而已嘛，小事小事啊。怎么？我没有难过啊。不是啊，你认真的想一想啊，你们蜡像馆最近有没有人跟人家结怨结仇？还是结婚生子之类的啊？我想一下哦，有哎，有三个，第一个就是丐帮，然后第二个丐帮，然后第三个是丐帮，啊，第四个丐帮嘛，对啊，是哦，那就是丐帮了，哦，是哦，那还不赶快去找，在那边试，不对，丐帮为什么要抓我们的雕像？不知道，有钱赚啊。去找他，被卖掉就不好了啦。我就在后面。有声音哎，有什么声音？是丐帮？不是啦，是丐帮哎。对啦，是丐帮啦。那我们快去找他吧。Yeah.
走，不方便呐、啊。道歉、哎，道歉啊，啊，道歉啊，好，宴客。哦，很讲究哎。啊，帮主好，客官们好呀，欢迎来到咱们丐帮。今天啊，给你们上的这道菜可是我们丐帮里的传统佳肴。传统佳肴。哎，好厉害哦！厉害！哎，我都不知道丐帮这么注重吃的啊，一定是那个啦，丐帮卤味啦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这道菜啊，跟那个阿基师的蛋炒饭不相上下。阿基师爱炒饭。嗯，好啦，我们不要多说了，来，让你们瞧瞧啊。啊，瞧，来看看，来看看。雕像又不能吃，不能吃辣香啊！你们会没有吃辣香？不能吃辣哦，不能吃辣。那是关我屁事哦！怎么把辣香还给我？哎，当我们丐帮吃妓啊，没听过掳人勒索？钱拿来，雕像就还钱。好，我问一下，来，你有没有钱？我看一下我口袋。你们当什么长的不是都黑很多，很会黑吗？我空的没有。你没有？你很笨呢。啊，你的下面一大包应该有吧？我下面一大包吗？我找找。哎，这是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太酷了！手机呀，手机。等一下。哎，你怎么会有那个手机呀？我就前几天从那个美国佬身上摸来啊。啊，你给人家摸下面哦。啊，一摸我就变大啦。不然用这个跟我换。好啊，当然。谢谢啦。好啊。这什么啊？这按这里。假摔。怎么办？它掉进去里面了。请问你要的是这台 iPhone 7，还是这台 iPhone 8，还是这台 iPhone 11呀？都不是哎。孩子，你呀，非常的诚实，那这三台都送给你了，反正都不能用了。这种人啊，快追！追我蜡像嘞！快等我！